真正有理智爱台湾的台湾人绝不会答应。统一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，而以 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是保障台湾同胞福祉与利益的最佳选择，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，更是新党的一贯主张。两岸同胞啊，血浓于水，都是中华儿女，炎黄子孙，完全有智慧、有能力的来解决好自己的家务事，根本的不需要外人的干涉。两岸同文同种，我们有最好的客观合作条件，因此我们有信心，只要两岸中国人能够坐下来坦诚的沟通，放下一些不必要的心结，携手合作，中华民族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，两岸关系的前途一定也更加光明。我们终将战胜疫情与外国的恶意打压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